Ji'an. We just arrived, and from Shijiazhuang, take plane to Nanchang, and then after that to Ji'an. So it's almost 14 hours. Wow.教堂是由法国前十会所建，在革命时期有红军占领作为那个物资转运站，这里的教友是属于遂川天主堂的，有我们最有名的神父就是陈维珍，保禄神父负责，还有就是西安多洛汉神父负责这里的教务，是现在的没有教友了，荒废了。但是这个教堂呢是，金刚山博物馆重建。人不一定是认得你。这个是圣家堂，是由法国全实会珍妮斯神父所建。 最先的时候，1900年庚子年的时候，那个教堂在山上被拆毁，后来，被他们拆毁，后来教会在这里选址重新建了一个教堂，一个附属楼。它因着年久失修，在2018年9月份的时候重新拆掉，重建这么一个圣堂，按照原来的模样，只是扩大了，重建圣家堂，天主教。这个村的老教堂，圣家堂的老教堂的 原址是在1900年之前是在那个房子那里，后来呢移居到这边，这个教堂，这个是一个老村庄，是一个教育的老村庄，有4大姓：姓胡的、姓黄的、姓朱的、姓郭的。这里也出了亚拉会的修女，胡修女也出了神父朱神父。 准备要抓鸡，拿了那么多东西，给鸡吃，然后这个老母鸡要给我们吃的，不要